记者冯毅宁综合报道。南韩 XTVN Super TV 节目中 Super Junior 当中的宇宙大明星希澈被通过 MEND 偶像学校出道的学生们 FROMIS 九代会，却完全没有温馨感。希澈与 FROM 九组成师生派在与其他队伍正式比赛前先进行聚餐，这时何英突然问希澈说，今天来的女团前辈里希澈最喜欢谁，彩英还打了 pause 说也包含我们哟。希澈先打迷糊仗说 FROM 九不是女团是弟子，还理所当然的回答当然了你们是学生啊，然后开始细数 GUDAN 梅娜 CLC 张成妍与张瑞恩宇宙少女 LUDA 汉雪娥 Vicky Nikki 杜妍等都是他喜欢的，讲来讲去就是没有 FROMIS 九。结果学生果然不简单，回击不会是除了我们其他都喜欢吧，希澈只好赶快澄清说 FROMIS 九我全部都喜欢，不过这招似乎没有见效，学生幸亏他希澈怎么越做越靠近墙壁，不会是因为我们来了而失望吧，没想到最恐怖的最后一集还在后面， FROMIS 九竟然说没关系啦，我也完全是东海前辈的粉丝呢。 FROMIS九成员听到金基澈的喜爱名单没有自己，大方承认是东海粉丝，翻摄自 XTVN。 金基澈被 FROMIS 九成员逼问到满头冷汗，翻摄自 XTVN。 金基澈又在节目中与学生们聚餐，翻摄自 XTVN。